己今天来的有点迟到，因为没有计程车要载我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出现吗？因为现在是鬼月。演艺圈有很多的混血美女，叫徐伟宁，意大利混台湾的，我日本混蛋。演艺圈有三种很糟糕的事情：霸凌、潜规则，还有我的素颜。欢迎 Uber 找我代言 ，slogan 我都想好了，计程车的噩梦。很多人说我只是通告艺人，不对，我还是被告艺人。我的男友有很多类型，有阳光型的、幽默型，还有缓型。我的婚姻只维持四个月，我的缓型都比这个长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文迪哦。恭喜！怎么样？刚刚在台上的心情怎么样？